每天耗费在群聊和朋友圈里的时间是多少？你有计算过吗？不要再浪费你宝贵的时间在里，每天像照顾孩子一样去照顾几十个上百个与其有关或无关的群聊信息，这简直就是在践踏生命。笔者把这个问题思考了马久，所以退出了马多的群聊群，觉得既然朋友之间要有事了什么的，发信息私聊就好，群聊本来就乱，更何况经常有人刷屏捣乱，每一个人都应该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实话实说，就是自己把朋友圈屏蔽了很多，保留下来的也只是相互关心和有趣有内涵的。至于那些死气沉沉的工作号和全是广告毫无营养的微商，那些个弯弯道倒可以写道上去，总是在朋友圈发没营养简直就是浪费时间。好不容易才找到一条有内容有兴趣的，却是我花了近五分子的时间，这些很平庸的内容就全部屏蔽之。人活交际不活交际，平时躺在朋友圈里好像两个人也相互间不打扰嘛，说明一下直接屏蔽那可能更自然。现在的时间对于很多人来说，一天的时间很短，忙完工作陪陪家人都不够，一年的时间也不长，这不转眼就到年底了，口袋依旧空空如也。都是已经工作的成年人，每个人的事情都不会少，肩上的担子都不会轻，与其浪费时间在群聊和朋友圈里，不如留点时间给自己充充电。浪费大好时间是对光阴的亵渎，是对岁月的不负责。孩子一天天长大，父母一天天衰老，绑架人情里依旧依旧那么重。在碎片化的时间，一旦沉迷在群聊里，沉迷在朋友圈里，沉迷在小视频里，那么曾经很不耻的蹉跎岁月可能自己也得背负了。一些人把在群里参与发言视为社交，有些留面子，这个群是朋友建的，那个群是朋友开的，不好意思退出，面子问题是重也是轻，可留在那里默默的躺着，不是也占新信息内容吗？有伤也要定期晒晒太阳消消毒，学习也要温故才知新。有人在朋友圈晒新男女朋友，齐刷刷的，以前也有过那种心理，现在觉得好幼稚。有人在朋友圈发婚纱照，哗啦啦的一片，其实怎么拍的不只是新人知道，现在大家都知道婚纱照拍照的套路了吗？有时候甚至觉得像老师在批改作业写了个月字一样，更是有很多人连指甲都不算呢，你说气人不气人？家族群有父母在有亲戚在，基本不敢发言，一打开全是密密麻麻几百条语音，看着红点点都能崩溃。同学群聊什么话题呢？现在好多宝妈女同学发链接帮砍价推荐微商，还有就是什么大事了，这些内容占据了多数。朋友群总有人戴着面具在里面整几句以为很经典的话，其实是情商低，要么就是@某个女性来一句暧昧的话。正在讨论的热火朝天的时候，难免有些人以讽刺的口气发言，还给截图发朋友圈了。行业群类似于专业群，先大量拉人进去套口风，然后重新拉人进一个收费群，这是以知识付费为幌子的明目张胆的收钱，然后讨论某本书或某个案例，这一类大多数都是做咨询做培训的。聚会群一场活动下来，大家聚餐可能三五桌，能记住的可能就是自己那一桌的几个帅哥美女或者高人，其余的呢根本不知道什么情况，反正就是通过群聊在私家。吃货群免费吃喝，恨不得带上全家人一起去，这个现在很多县城都有，还有代购群、微帮群、黑车群等等，例子就不再举了，这些都是每天发生在我们群里的事。既维护群都不知道出了多少本书了，粉丝经济很少在群聊的人里诞生，看着不断往上推的群聊信息，看着2000多人好友的朋友圈，我累了，我累了。我终于决定退出了全部的群聊，也屏蔽了大部分的朋友圈，现在反倒觉得生活简单了好多，你也可以试一试。
对于退群和屏蔽朋友圈这个事你怎么看？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